枯叶和蝴蝶。清扫庭院的时候，扫到两片相连的树叶，拾起来一看，才发现是一只褐色的蝴蝶死了。啊，死了的蝴蝶翅膀多么像一片树叶，连叶脉都如此宛然。反过来看，一片树叶也就像一片蝴蝶的翅膀。原来蝴蝶的蝶这个字，就是没有草的叶虫。确实，在生命失去的时候，一只蝴蝶与一片树叶并没有两样。所以，我们要珍惜生命啊。